哎，叔子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有个老哥们儿，哥你别问了，跟着我走吧。哎，哥，嗯，你是跟我进去还是等我？我在这等你。 这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钱马上就到手了，你问多干啥？走啊！我跟你说，干什么不能再干违法的事儿？这三年深牢大狱，我什么都明白。啊，哥，走了。哥，来都来了嘛，这么远呢，钱马上到手，你现在走干啥？别再跟我磨叽这事儿啊！再跟我磨叽这事儿，我跟你翻脸。 有，哎，哪位？啊，请问这门面房是您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您要租啊？哎，张姐，哎，问你一下，我们家住的这人回来了吗？哎，好久都没看见了。哦，哎，你找他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上班去啊？哎。 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是一时盯着我呢，还是派人盯着我呢？我这可是刚下火车。我这根弦儿是绷得有点紧，我是不愿意看你再出事儿，再抓你一回。那就是我工作的失误，也替你可惜。替我可惜，我都这样了，还有人替我可惜？那我得说您是我的知音大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现在是在坑节上。 下破容易上破难，我这些天还真有点怕。他电话响，是别的派出所打来的，怕你做不理智的事儿。还好，回来了。哟，那看您这样子，还挺盼我回来的。我是怕你别做错事儿，一时足成千古恨。行，那我得谢谢您了，知音大姐。 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啊。有什么打算吗？打算多了去了，今儿不知道打哪儿算起。开小店吧。
你不用担心，我给你找着了，执照我替你办，一块儿去公安局。 那我得说，谢谢你了。换句话，我得说，你是一个好警察。你不说，我也是一个好警察。那怎么着啊？是现在去看扑面房，还是回头去？嗯，我没钱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帮上帮到底，你借我点钱。 你管我借钱？不是，怎么了？舍不得？我还你，我给你打借条。你看我像有钱的人吗？我看你不像。可是我没本钱，我拿什么做生意？我只能说您瞎忙我了。您忙您的。哥，你也不早点说。 我把钱都花完了，我买了钻石项链、戒指、耳环，那都是全套的，那是定做的，也没法退。你看你，我上次说给你吧，你又不要，你上次要了，你现在……哎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回来找我。哎。 你最近干嘛呢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老钱知道你回来了，特紧张。以前吧，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美国，这回他带我出去耍了半个月。怎么样？我得给他有点危机感吧。你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想我啦？ 想跟你借钱，有吗？我哪有啊？老钱从来不让我碰他的钱，好像防着我似的。他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我要花钱，他就给我，给了我就花了。那咱们原来攒的那些钱呢？再加上卖房子的钱，少说小100万。都在股市里套着呢。 3万，就这么多，写一欠条吧。还是警察好办事儿啊。这我跟江建平攒了这么多年，准备给青青上学用的。写啊。 前夫比我前妻仗义多了，把攒的钱都给你了，我前妻把我卷的爪根毛巾。他们俩好像没什么可比性啊。那是，那是。行了，亏了算我的，挣了，给你50%的股份。你那是害我，这钱他借你的，哎，不管赔了还是赚了，必须还啊。在青青上大学之前必须还，哎。 连利息啊，算死期的，银行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不是你这还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啊！对了，还有哈，这钱你做什么生意得跟我说一声。
违法的可不行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胡警官，开业了啊！哟，弄一灯具城啊？对啊，我喜欢灯，喜欢电，喜欢一盏灯把屋子照亮那感觉。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浪漫的。哎，快进屋看看，进屋看看。哎，不了不了不了，那个好好干啊，没准你就从这儿东山再起呢。这就是你那个零，从零开始啊。胡警官。觉得你要不是警察，咱俩肯定能成铁哥们儿。什么哥们儿不哥们儿的，你别给我添乱就行。快点挣啊，快点还我钱。还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你看我像赖账的人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觉得你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。觉得你要是不像往常那么绷着脸，挺可爱的，我不那么怕你。哼，你从来也没怕过我呀。我觉得哪事儿你要把这身警服脱了，我觉得我更不怕你。就这么着啊，祝你发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不谈了？那江叔叔马上就回来了。躺下了，哎你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给我起来你，赶紧弹琴去。妈，不想弹了。你怎么能不弹呢？啊，这每天要弹给老师听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弹完琴你还得画画，听到没有？妈，不想弹了。你还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？听见没有？怎么了？笑笑，你又哭了。啊。我是让他练琴，他不练，又哭。哦，对了，国芳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哦，你说。啊，我又找着一处房子。你要搬走？是啊，我还是想一个人住。随你吧。给我起来，你快点练琴去。哎，你跟孩子叫，快点放手。这小孩嘛，怎么这么烫？这不发烧了吗？这孩子都烧成这样，都没发现，你妈怎么当的？他怎么了？他我真是不理解啊！非逼着孩子学这么多东西，你不觉得太残忍？这孩子还小，他想要什么不要什么，你等他长大让他自己选择不行吗？等他长大就由不得他选择了。人我就觉得你这当妈的心态狠。先往前走了。今儿怎么在巡逻车上？替小张值班。没事，我走了啊。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急性肺炎，小孩的发烧41度了，怎么现在才给他报了呀？他倒是说过他难受，可我没想到他病得这么重。大夫，他没事吧？这样子吧。我先开点药，给他打点吊针，退个烧。好，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到底下交个费去吧。哦，我来，我来，给我。来，孩子给我。哎，好。小孩啊，都是一样，没病的时候你看活蹦乱跳的，他都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们这个当爹妈的
这点都没有注意到。啊，这孩子是他妈带的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这个当爸的挺省心的啊。我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孩子的爸爸。医生的话，你千万别误会啊。我们俏俏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，能有你这个好爸爸。医生就是顺口那么一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们俏俏啊，从来就不知道一个孩子有爸爸的好。我也想象不出来，他有一个爸爸该是个什么样。今天，那真是谢谢你了。幸亏你在家，你要是不在，说不定我就还逼着俏俏画画，那说不定就真出大事了。是啊，你往后别跟这孩子较劲。我真是不明白，非逼着他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孩子嘛，健康快乐比什么不好？我也是想让他多学点本事。他要是没本事，那他长大该靠谁呢？我也知道，可能我带孩子的方法不对，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带着呗。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受点委屈，可怎么才叫对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对，什么叫不对，就这么带着呗。谁让我们俏俏没爸爸呢？哦，总之，今天的事儿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不用，谢什么呀？其实也挺巧的，幸亏碰上你前妻。啊。你要不要去向他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这孩子病了，别说他是一警察，你就是在街上碰上一陌生人也得管啊。你俩都离婚了，他还管着你啊？他管我吗？哎，那是范蝶的，您吃吧。听着，听着，听着，我这个听着。你真的叫王秀梅啊？这身份证是你的吗？你们光忙多长时间了？嗯？从哪儿进的？谁那儿进的？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说话没有用啊！你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这么耗也是没有用的。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是。多大了？出生年月日都说清楚了。三岁了，2001年生的。几月几号？我问你几月几号？他是你生的吗？是，8月4号。孩子，告诉阿姨什么时候出生的？6月7号。他小孩，他说错了。是8月4号。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是。孩子，告诉阿姨，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闭嘴。告诉阿姨，妈妈叫什么名字呀？
站立。王小梅啊，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是。还敢说是？你这是从哪儿租来的孩子啊？啊！赶紧让人家长把孩子给接走！我告诉你，你卖黄色光盘已经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拘留！赶紧让人家长把孩子给接走，听没有？这什么事儿这是啊？这不是拿孩子要挟警察吗？哎，你说说，咱明明知道他孩子是租来的，一天10块钱，回到家肯定先把孩子还了人家，可咱们就没辙，丁点大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最可恨那些当父母的，生了孩子，能打小把他租出去挣钱使，哎，这拐卖人口一半都是熟人干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真拐卖了还是咱们的事儿，咱还得满世界给他找人去。他们纯粹利用咱们警察的弱点了，咱们拿丁打炸的孩子没辙啊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能干嘛呀？放人。干嘛啊？悄悄，快谢谢江叔叔。谢谢江叔叔。干嘛这么客气？这次俏俏生病真是多亏你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俏俏好了吗？嗯。让你妈在家多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好好歇歇。嗯。我上班去了。啊。哎，路上当心点啊。我是来给你打工的，我真的想给你打工，你也不能整天看着我一天游手好闲的吧？我一闲着就满大街的逛悠，万一管不住自己，又去找表哥表弟了怎么办？两码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尼克。找表哥表弟是肯定不行了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自己管着点自己，我这呢也用不着你掺和。我这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些东西，你再给我摔了。哥，你是害怕我在你身边，你闹心吧？没错，是闹心。我呢不怕闹心，我怕客人闹心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在你这儿打工，老虎把我托给你了。你就得管我，我又不求你别的，就是在你这儿打工呢。你要是不同意，那老虎不是白委托你了吗？哎，说好了啊，刚开始我可没钱给你开工资。我不图你钱，再说想图你也没有啊。还有啊，上班了就得有上班的规矩，打工就有打工的规矩。你这个，你这个衣服那个，这个袒胸露背的不行，赶紧得换衣服啊。我露吗？我没觉得啊。还有啊，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5点下班。早九晚五，客人来了就客客气气的迎，是吧？客客气气的送，这也是规矩，春风满面。嗯，还有试用期1个月，1个月过后行就行，不行赶紧走人啊！到时候我也跟老虎有话交代。嗯，哎哥，啊，你别看，你这铺子挺小的，
但是我看出了点大老板的风范啊，真的，不骗你。你现在赶紧把衣服就换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好，买，哎呦，吴警官，大驾光临，怎么着？来视察视察。来看看你这生意怎么样？哎，这没几天啊，啊，这哪儿搜罗这么多灯了？你等会儿啊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这是？你别着急。喜欢吗？这组灯是给喜欢田园生活的人准备的。在这灯光底下，你得想象在星空下的小木屋，草木茂盛的田园。哎，感觉它就对了。这组灯是给时尚青年准备的。什么是后现代？就是重金属呗，也就是过去那些愤怒青年心里那点不忿，到今天这些喝可乐长大的孩子那儿，就变成对吃喝玩乐的不忿了。其实他们心里一点愤怒都没有，全是装的。这组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。请坐。这组灯是给情人准备的，怎么说呢？这情人和两口子不一样，大多数的两口子都是凑合过日子，这整天想着摆上灯啊、光啊，这样的两口子肯定是不会离婚的。只有情人。情人才有这份兴致，讲究个情调、情绪啊、情致啊、情味儿，这才是情人。情侣，这情欲和情爱呢，又不一样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把那窗帘打开吧，不爱听了是吧？哦，也是，这灯啊光啊得人对服装对，您这一身这警服，哎呦，我就突然间觉得不对了，是不对，你是不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当成歪理学说了？哎呦，您没因为这个歪理学说把我抓起来，那就万分感谢，非常感谢胡警官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把这当歪理学说了呀？那我还指望什么？指望您对我这灯，您是我这灯的知音，不可能啊。您就是一个一般人嘛，普通人嘛，灯对您来说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照明，照亮而已，是不是？可是胡警官，你知不知道，这灯要是光起到一个照亮的作用，多没劲，我卖着也没劲啊。这灯是什么？这灯是用来让人做梦的，做美梦的。你想想，你每天睡觉之前你看到的就是它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哟，你们怎么不开灯啊？警察姐姐在啊，来买我们家灯是吧？对呀，给我们家捧捧场。注意防火啊。姐姐走啊。
那儿看什么呢？都看一晚上了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，没看什么。不是，那灯泡子也能直不愣愣的看，那不晃眼吗？睡吧啊。这车不行，不专业。等叔叔有钱了，给你买一专业的，真的，山地越野车。哎，可我凭什么要您的东西？就凭我和……哎，叔叔。嗯。那监狱里边是什么样的？干嘛问这个？不干嘛，就是好奇。人这一辈子对什么好奇都行，就是别对监狱好奇，也别问，也别试。啊，灯款式不错，就是标价太高了。哦，您这还高，觉得高是吧？嗯。嗨，我这标价其实已经很低，要不这样。您要是诚心要呢，我保一本，给您打一八折，再给您送家去，您看行吗？行，我再看看。哦，哎，那没关系，您要是觉得好的话，您再回来，您溜达溜达啊。抽屉里的钱呢？啊，我花了，我买了件新衣服，就我身上这件，好不好看？不是，这是做生意赚来的钱，你怎么就给买衣服了呢？你嚷什么呀？总共就300多块钱。是，一共就300多块钱，那也是卖灯卖出来的，你怎么就能买衣服了呢？小气！你锁我呢？对，锁你呢。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以后跟你没关系啊！干嘛你急那样？男人挣的钱不就给女人花的吗？哎呦，这话您可说对了。对，男人挣的钱就是给女人花，我挣的钱可不是给你花的，我花不着。你该花老虎的钱啊！反正我都花了。探头探脑的干嘛呢？啊，我想看看孩子。孩子在上课呢，哪个班的？叫什么？啊，叫管阳阳，应该是初二，但是哪个班我不知道。找管阳？啊，那正巧，我是他班主任。哟，是吗？哎，你好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啊，我是他爸爸。亲爸爸？啊，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是我闺女。他学籍卡上怎么没填呢？哦，那他学籍卡上填的谁呀？什么都没填，父王。父王，我站好了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爸爸死了吗？死了吗？死了吗？你爸爸死了吗？你爸爸没死，好好活着呢。你是我亲生的。
你是我闺女，这事实你得认呐。你凭什么骗别人说你爸爸就死了？你爸爸死了吗？你不认我，我看你到死是不是不承认我是你爸爸？你以后别到学校来看我了。学校要填表格的事，他也没跟我说，真的没跟我说。你知道我的对你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？虎哥，撒撒撒撒撒撒，撒开！别提了啊！就你对我那点感情，你快别提了啊！你，叫别恋了，来吃饭吧。巧巧，江叔叔是不是应该今天回来？我不知道。我算过了，江叔叔是应该今天回来。那江叔叔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上次江叔叔就没回来，都两回了。哎，贾建平，啊，你可真是以火车为家了啊！我还就喜欢在火车上待着，我喜欢火车压过铁轨那哐当哐当声，那有节奏。哎，大姐，啊，你听出过节奏吗？这火车现在停着呢，没声啊。我说火车开着的时候。贾建平，你不是租房子了吗？怎么还不回去啊？不急啊。江建平，大姐，您能回避一下吗？我有话跟他说。那你们说吧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还你钱的。既然你都不回来住了，那房钱就不用了。你这干嘛呀？不就一个月房钱？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我拿不了，回头你自己去拿去。我们母女俩再见，也不求你租我们的房子，不就是想租房子赚点钱吗？怎么弄得我们那么贱呀？搞得人家像躲传染病似的躲着我们。你看你说什么？怎么连贵贱都出来了？国芳，国芳，哎，咱就事论事，我没伤害你们娘俩的意思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等孩子病一好，我就搬出来。我说了，不求你租我们的房子，你的东西也别放在我们那不拿走。哎，我拿。我们来这趟回来就是要去拿东西，这房钱你拿着。哎，你看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啊？你，咱别这拉拉扯扯行吗？不就一个月房钱吗？这让我们同事看见笑话。谁不缺钱花呀？谁都缺。可你要是不住我们的房子，我凭什么要你的钱呀？哦，对了，我还问你一句，你租我们的房子，是觉得我们给你添累赘了，还是我们给你脸上抹黑了？我们孤儿寡母的做人是不易，可我们哪儿做的不对了？这么躲着我们？没有啊，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这么说怎么说呀？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你不就是躲着我们吗？你也别躲了，那房子租不出去，我们不租了，住不起我把它卖了，我卖了总行吧？我们就是去住窝棚，也犯不着让你看着我们这么低三下四的。国芳，国芳。
找不到出口，面对寂寞深秋，总是你温热的手搭在我肩。用一生承担，放心去爱，找到了你，爱就一目了然。放心去爱，我不想遗憾，所以用一生鸟怎么办？